Hello,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我是阿奇，现在呢我在新山这边，这边呢就是我们到新宫这边，等下会准备啊2024年龙年的柔佛普庙夜游了。哎，等下我会拍给你们看。
Thank you.
们今年年头一月份的时候，也是我们的世界龙王争霸赛夜光龙的冠军队伍。掌声在哪里？有没有觉得这个十八界龙非常厉害？回去跟他们说，你们三个龙都是小小的，结果看到两条非常巨大，十八界已经被大的龙，总共有120尺那么长，很厉害了没有？掌声在哪里？这是我们今年拿到冠军的一支队伍，对。然后有两条龙，一条是一般我们看到的造型，另外一个是108条好汉的造型。很多人啊，很多人。给你们看后面有。是吗？